尊敬的战友们好啊，9月29号，阳光明媚啊，买哈顿买哈顿，哎呦我的妈，我现在9:30开会，我只有时间只有6-7分钟了，时间已经晚了啊，我还得给你们弄集繁神，集繁神啊，容易吗？不容易啊，所以说兄弟姐妹们，楼下啊，这是一个全世界第一个苹果店，24小时的连锁店是吧？纽约的中心在咱家下边，对吧？这是纽约的最中心，我脚底下踩的就是纽约的中心，叫做 Devon Corner 啊。那么大家看到啊，苹果现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，一个是否使用中国技术，所谓的中国产的芯片，还有一个是否大量的快速的把建设工厂从大陆迁往东南亚其他国家，是吧？第三个问题，这一次的 iPhone 14在世界经济危机之前啊销售不佳啊，苹果是一个很重要的技术。另外一个，你看到了俄罗斯的最牛的云栖2号啊，整个的这个天然气被炸，是吧？这个炸对俄罗斯是一个心理上一个必须的收入上，和对欧洲的整个能源战略上是个重大的事件啊。所以说这个咱们俄罗斯的哥们儿还有欧洲的哥们儿都傻眼了啊。但是我几天前就告诉他们，我说一定会炸你的啊，谁炸的？肯定不是俄罗斯炸的，炸了对谁最有利啊？啊，但是老百姓不知道这件事儿，对地缘政治、地缘能源意思大了啊。再一个，现在北京的20大腥风血雨啊，腥风血雨啊，这个20大呀，真是开几天开完以后，整个中国啊，整个世界都将为之震撼啊，因为这是一次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开倒车啊，又回到了黄，又回到了啊皇帝制了，不是独裁了，皇帝制了，而且要千秋万代啊，中华无男儿啊，啊，然后呢，各种疯狂的、无知的、愚蠢的、贪婪的想法，都被形成高大上，啊，可怜的中国老百姓啊，这个香港的经济、香港的地产、大陆的地产，在工厂关闭、小摊小贩都不能活的情况下，房地产价格不降啊，银行都要破产了，房地产价格不降，世界上还有这么黑老百姓的吗？让你住一个要活100辈子和160辈子才能打工赚来的钱的房子，但是让你吃不起饭，但是房价不降啊！香港和大陆，这是何等的邪恶呀！啊，但是我觉得很快就将过去了，啊，全人类从来没像今天一样，新中国联邦和爆料革命将解决、协助、帮助重大的关键历史时刻推进历史进程，啊。从技术、从情报、从共产党的内部啊，我们彻底的将它瓦解，以共灭共。没多少人相信这个我们以共灭共的战略，但是你会看到以共灭共会多重要。哎呀，这个昨天我早上吃那个外卖了，很多战友都给我发信息，包括国内的，哎呀，七哥怎么吃外卖？七哥作为一个7星级饭店创始人，什么好吃都吃过啊，吃点外卖又咋了？不健康，偶尔吃两顿也行。干爆料革命的不是享福啊，不是赚钱，别说吃外卖，能灭共产党吃垃圾都可以啊。战略的需要啊，这几天厨师生孩子，管家生孩子，没人了，是吧？没办法，就剩我们这两个年轻人了，是吧？他做饭又不行啊，所以就买外卖吧，那吃吧，咋办呢？说我这人能高能低啊，干啥都行，吃的再好的也行啊，饿几天也行，咱就是穷人出身，农民出身啊，这也是我们的优点，这也是我们的弹性。
我们不矫情啊，不作妖，但是兄弟姐妹们，我想告诉大家的，一定要记住，没有疫苗你就用了一切，没打苗用了一切啊。而且随着世界上巨大的灾难的到来，只有咱们兄弟姐妹们互相抱暖起火啊啊！你看这几天那喜币涨得，我的老天爷呀啊！你看那喜币，就这种情况下那喜币就那样下不来，你咋弄你咋弄，你说啊，场上交易量这么大是吧，这就是新中国联邦的力量，接下来会更让你惊喜，走得看，傻子不否了啊，再见。